景广气象站。中央气象局今天发布大雨特报，对流云系发展旺盛，容易有短时强降雨。今天南部地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，请注意雷击跟强阵风。今天白天各地的温度是北部地区27到36度，中部地区27到34度，南部地区26到35度，东部地区27到34度，离岛地区26到33度。以上新闻气象是由赵明编辑播报，谢谢收听。